所以刚刚讲到像之前传球的问题，所以今年可能大多还是在 DH， 那可能最多就是守一垒哦，避免去传球的一个状况。这个左边方向的飞球，哎呦，接的有点惊险了，但是最后 Jamie 还是顺利的接杀，也结束了富邦队呢在一局上半的进攻。虽然提出了两次安打，但是泰迪安全下庄，并没有失掉分数。我是君君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